无啊啦，先换啦。换物件，这种物件咧效果较紧嘛。今日嘛载袂少啊，系啊，今日嘛载七八箱嘞啊。啊，做侪人袂晓一千要买啊，一千多两箱就无伊啊。除非是重大刑事案件，要不然不可能找到人。除非你行，你是重大刑事案件，然后你行文给 YouTube 或者是脸书，他们才会理你。说过是重大刑事案件哦，一般案件人家是不理的。卖完了，烧残了。
桌上都还可以买啊。哦，他们都是几点来？早上六点。被说吵的都不知道几次了，小粉红来闹也不知道闹几次了。王胜敏，你觉得我有回应吗？我还都是开玩笑在说，然后你今天攻击哦，反正我说一说我的，等一下就把你封掉就好了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就这么简单的。我没有必要跟，我没有必要浪费我的时间、精神跟精力去跟人家吵。反应差我敢喝鱼啊，不会嘛，所以我懒得跟他们吵嘛，我反而喜欢酸他们。看得很重的话，都是新手啦，我跟你说啦，都新手太多啦，像我们这种网络资历都20年超过的，就习惯了。就算美如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，都会有人讨厌她的，不可能没有人不讨厌你的吧？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作没听见，没看见。
这个不买。哎，不行，那行呢？我俩还有。老板，六十块。哎呀，熊赞，谢谢啊，感谢你的星巴克。贵妇熊赞早安。糟糕，我忘了几天了。好，反正就从明一月一号开始，以19岁计算。四舍五入算法，这边还有啊，还有通常不要冲击到我的频道，我的家人的部分，我通常不会生气。那艾草的话，只要不人身攻击的状态底下，我通常不会出手介入。有，我有听到好消息。对，豪哥有跟我讲，最后的小麦模式，哎，阿来停一下，停一下嘛，要停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回家回家。要休息了哈，好啦，哎，有看到无？有一个人在遐打坐啊，你有看到无？要成仙啊！举报举报。好啦，这边快休息啦，哎，熊赞，谢谢你的咖啡钱啦，啊，今天又有星巴克可以喝啦。这边要打完收工了。